鹃花，别名映山红，属于小乔木或灌木，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，被人们称为花中西施。在所有观赏花木之中，称得上是花叶都很美，是一种非常适宜居室盆栽的观赏性多年生植物。家庭盆栽杜鹃花多属矮性品种，杜鹃花的花期长，可达2到3个月，它的枝叶耐修剪，根桩奇特，又是一种极佳的盆景树材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但一些养过杜鹃的朋友都说，这花太难养了，无论怎么小心伺候，花开过之后叶子就开始发黄脱落，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您在养花过程中忽略了花本身的一些习性。环境选择，杜鹃花买回家后，首先要选择好摆放的位置，它喜欢在比较凉爽的环境中生长，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，因此最好放在客厅半阴的地方。杜鹃花的盛花期多在气候较为凉爽的冬春季，因此我们先来讲讲盛花期杜鹃花的养护要点。盛花期的养护，浇水。杜鹃花既怕水涝又怕干旱，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浇水适当呢？解决的办法是见干即浇，但是我们不能只看盆土表面干不干，更要紧的是要敲敲盆儿，听听声，声音沉闷就表示土壤湿润，声音清脆说明土壤干燥需要浇水。如果听声音您还是不能确定，还可以把一根一次性的筷子插进杜鹃的土壤里，当您拔出来的时候，如果筷子上带的是干土，那就需要浇水，如果拔出来的是湿土，就根本不用浇水。在家里我们常用自来水来浇花，但对于喜欢偏酸性水的杜鹃花来说，自来水则偏碱性了，因此自来水还必须经过一些特殊处理后才能用。方法是接好一盆水，把它放在与杜鹃花同一温度的地方加以晾晒，半个小时后再向水中添加0.1%硫酸亚铁来补充水的酸度，也可以加0.5%的食醋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在冬季我们可每隔2-3天浇一次水，时间最好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。到了春季，一般应在每天早晨或傍晚浇水一次，浇水时要注意不要将水喷在花朵上，更不要把水溅到花心里，导致花朵发黑变色而缩短花期。浇完水要注意检查一下花盆底下的托盘是否有积水，如果有要及时倒掉，否则容易发生根腐病。光照与通风，正值盛开的盆花忌阳光直射，因强光会使花色变淡，花朵早落。杜鹃开花时花盆应放在窗口或离窗口较近的通风处，早晚给予一些微弱的阳光。养分供应，不少朋友爱花心切，在盛花期经常给杜鹃花补充养料，但是如果方法不对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杜鹃花尤其喜欢磷肥，具体使用方法是用小勺舀出10克磷肥颗粒，
兑100毫升水搅拌，并静置24个小时，然后倒出上部青叶，再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稀释，即可浇灌。其实在家里，淘米水、洗肉水等等都是较好的肥料，这些配料可以在家就地取材，既经济又方便。休眠期的养护，到了6月份，杜鹃花就进入了休眠期，这时正值气温升高的夏季，我们应把杜鹃花置于阴凉通风的半阴环境中。休眠期的养护，首先要及时修剪杜鹃花。修枝剪叶，杜鹃开花后残花不易落去，为不使其消耗更多的养分，应将全部残花摘去，以促使新芽萌发。然后要逐步增加室外光照，但不能花谢后立即搬出，环境突变易造成生理伤害。如果杜鹃的枝条过密，要将损伤枝、细弱枝剪去。修剪时要注意保持植株树形的美观。养分供应，6到8月盛夏季节，杜鹃生长趋势缓慢，而处于半休眠状态，这时可以停止施肥。到了9月下旬，杜鹃进入了秋季生长期，施肥要有所针对。我们可以每隔10天施一次20%到30%的含磷叶肥，一般10月份以后就不再施肥。下个花期的准备，如果要使杜鹃元旦春节开花，在节前45天就要对您的杜鹃倍加呵护。首先必须保证室内温度不低于15度，一般每天保证4到6小时光照，如光照不足可用日光灯补充。在家里可用大塑料袋将其罩起来，扎好放在阳台上，在阳光下罩内温度升到20摄氏度，半打开塑料袋，2到3天后去罩，放在阳光下不低于10度，这样一周就会开花。疾病防治，在家庭盆栽杜鹃花的整个过程中，如叶面黄而叶脉仍绿为缺铁症状，可10天左右喷一次硫酸亚铁溶液，浓度不超过5%，用食醋及发酵好的淘米水也有一定的效果。若是得了褐斑病，可每隔8到15天用百菌清、甲基托布金7%吸液等等防治。杜鹃花虽然好看，但养护不当很容易出现1年花2年黄3年叶掉光的情况。如果观众朋友能按科学的方法进行养护，相信您家里的杜鹃一定会年年绽放。吊兰，别名桂兰、垂盆草、折鹤兰，科属百合科吊兰属，是多年生常绿宿根草本花卉，被誉为空中花卉、绿色仙子。更难得的是，吊兰具有吸收有毒物质的效率超过空气过滤器，故吊兰又有绿色净化器之美称。吊兰株丛繁茂，叶色对比醒目，家庭常见栽培有金星吊兰，叶中心部具黄色纵条纹；银边吊兰，叶缘绿白色；
金边吊兰，叶缘黄白色。时下流行的是婚纱吊兰，吊兰可置于柜顶、高机架上或窗棂、庭院藤架下悬挂，翠色如洗，随风轻荡，既美观大方，又具有净化室内空气的独特效用，是家庭栽培花卉的上乘之选。既然吊兰有这么多的优点，那么每个季节我们该怎样养护呢？就让我们到节目中具体了解一下吧。春季养护，春季是吊兰的萌动期，这一期间应避开强烈阳光直晒，将其置于南窗前，否则叶片会失去光泽，甚至枯萎。每年的三月份应换土换盆一次，若盆较深，基肥较足，可两年换盆一次。方法是这样的，等到盆土略干时，将花盆斜放，用手敲拍花盆四周，使土和盆分离。这时一手托着花盆，另一只手指戳入花盆底部的洞孔，顶出土团，接着剪去枯腐根和多余的根系，换上新的富含腐殖质的营养土。家庭盆土可用培养土，再加入少量的多元复合肥颗粒，把复合肥颗粒用作盆土底肥时，用量不要超过10克。栽好后要放到半阴温暖处缓苗，待植株恢复健壮生长后，将花盆吊于廊檐下或室内适当位置，一般高度以不碰头为宜，并要注意通风。夏秋季养护，夏秋季是吊兰的生长期，这时阳光特别强烈，只能早晚间歇斜射光照，白天需要遮去阳光的50%到70%，否则会使叶尖干枯，尤其是花叶品种更怕强阳光，因此浇水要充足，中午前后及傍晚还应往枝叶上喷水，以防止叶干枯，又可以保持枝叶艳亮美观。下部枯叶黄叶要随时摘去，平时要保持正常湿度，不易干燥，也不易过湿。吊兰是较耐肥的观叶植物，若肥水不足，容易焦头衰老，叶片发黄，失去观赏价值。家庭养护可以在生长季节用液体肥料，能很好地促进吊兰的生长。肥料以氮肥为主，用于盆内土壤浇灌，一次用1到2克，兑水200到400毫升，进行喷施或浇灌，一般隔15到20天施一次肥，注意施肥不要过量。每次施肥后，最好用清水喷洒清洗叶面。在家里，我们还可以适当使用蛋壳等易得肥料。先把蛋壳弄碎，再兑上水浸泡，静置1个小时后就可以浇灌了。每10到15天浇施一次，可使花叶艳丽明亮。吊兰也喜欢较高的空气湿度，
所以在夏秋气候干燥时，要通过喷水等措施来增加植株周围的空气湿度，否则叶片顶端或边缘也可能出现枯焦。冬季养护，到了冬天，吊兰就该休息休息，进入休眠期。这一期间应少浇水，并尽力为其创造一个较为干燥的环境。这时要剪去枯叶，控制浇水，停止施肥。但吊兰性喜暖而怕寒冷，室温要保持50摄氏度以上才可以安全越冬。冬季我们应使其多见些阳光，来保持叶片柔嫩鲜绿。在冬季休眠期，待盆土表面约1厘米深处干后，才进行再次浇水。如果泥土太干，会导致叶丛暂时褪色，再次浇水后才恢复原色，而叶尖则可能永久地变成棕褐色，因而大大降低观赏价值。如果冬季将吊兰养在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，则应每隔2到3天用温水把枝叶喷洗一次，以保叶面湿润洁净。病虫害防治，吊兰一般不易发生病虫害，但如盆土积水且通风不良，除会导致烂根外，也可能会发生根腐病，应注意喷药防治。治疗时可以直接取用植物杀虫王3滴左右，加500毫升清水稀释，然后对植株进行喷浇施药，一般连续用药3天就已彻底杀死虫害。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吊兰的家庭养护技巧，相信通过您的悉心呵护，您一定会拥有一盆碧绿盎然的吊兰。马蹄莲别名水玉、慈菇花，科属天南星科马蹄莲属。马蹄莲叶片翠绿，花苞片硕大，宛如马蹄，形状奇特。马蹄形状的佛焰苞与花絮的形状，就好像观世音端坐在圣洁的莲座上，所以有人又叫它观音莲。马蹄莲的颜色也是丰富多彩的，白色马蹄莲圣洁娴静，黄色马蹄莲高贵华丽，粉色马蹄莲浪漫温馨。可以说马蹄莲是花和叶子都很美的家庭盆栽观赏花卉，至于茶几、案头等处，可以烘托书房厅堂典雅的气氛。那么如何养护才能在家里开出美丽高贵的马蹄莲呢？环境条件，马蹄莲喜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好阳光，稍耐阴，不耐寒冷和干旱，好肥好水。马蹄莲怕烟熏，因此家庭盆栽时应远离厨房等油烟多的地方。生长开花期的养护，马蹄莲的自然花期从11月直到来年6月，整个花期达6到7个月，3到4月为开花盛期。生长开花期要注意充分浇水，马蹄莲有浇不死的马蹄莲之说，要求土壤潮湿，如果土壤水分不足，常易出现叶柄折断现象。浇水一般采用根部浇灌，
一定要浇透，只要土壤表皮泛白就要浇水。浇水时不要向猪丛上喷洒，以防修剪处腐烂而感染全株。另外还要注意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光照。马蹄莲在开始生长阶段较耐阴蔽，进入生长旺盛阶段要求光照充足，到了开花期更需要有充足的光照，但它喜欢长光照而不喜欢强光照，因此不能直接日晒，也不能完全避阴。应经常向盆栽周围地面喷水，增加空气湿度，盆土需保持湿润，不能干燥。每隔10至12天应追施一次稀薄的叶肥。磷酸二氢钾制成叶肥试用效果很好，具体方法是舀出1克磷酸二氢钾，兑上300到400毫升水，搅拌溶解，在早上或傍晚浇施，每隔2周追施一次。施肥时可先用铲子在土上画几道小沟，从盆缘施入，切忌肥液淋入叶柄内或溅入株心，会引起黄叶和腐烂。在盆栽马蹄莲中追施硫酸亚铁是重要环节，能使马蹄莲叶片变大变厚变绿，平滑有光泽，叶柄不易伸长，从而保证叶片美观。10月中旬移入室内，以后可多见阳光，注意通风，及时修剪。马蹄莲开花的时候叶片寿命较短，新叶长出后外围的老叶开始变黄，要及时将黄叶剪掉，整个开花期要经常观察。有枯萎的残花和花瓶时要及时剪掉，否则会因结实而消耗养分，影响以后开花。疾病防治，根腐病多在马蹄莲临近开花时发生，已开放的花其顶端变褐色，花姿畸形，防治方法是根状茎消毒法，彻底切除根状茎上的病斑，待干燥后再用50摄氏度温水浸泡1小时后再栽植。休眠期的养护，马蹄莲的休眠因地而异，在我国长江以北的温带地区多是盆栽，冬季于室内开花，夏季因高温休眠，